我们有话要问你。什么话？什么话要在这儿问啊？面具上那三道疤是谁画上去的？什么三道疤呀？快让我上去，我可是南方站的大师兄。他自己掉下去的啊，不关我的事。 这也可以啊！这死丫头，其实是把这么快，让我上哪儿去找？有人掉下来！哎呀，你们悄悄什么呢？最好干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 找着了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榔头上那三道疤谁画上去的？我那些都是完美标本，哪有什么疤呀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不是你画上去的，你也不知道是谁画上去的？对对对，我画室的门都是开着的。 谁都可以进出的。那你之前画的那个有三道疤的狼头人，有出处吗？我不敢说，大侠，大侠你扶我上去。大侠，反正我说了，你也不会信的。那你倒是说呀。大侠，那这样，大侠。 大侠，一定要救我！报应！你怎么自己跳下去了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救你的。我没跳啊！ 闹够了没有？这次可以说了吗？我说。